一样也是苏澳的消息，这次的苏迪勒台风造成豆腐荚部分设施损坏，为此先员陈正南就特别会同早泳会的人员前往现场会勘，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整修，同时一并整理海滩，来提升休闲休憩的功能。南方澳豆腐荚海滩景色优美，是观光必游胜地之一。不过苏迪勒台风来袭，造成部分设施损坏，就连入口的大门也剩下一半，有碍观光发展和形象。为此，先员陈正南希望相关单位尽速整修，方便游客来休闲游憩。这大粒石头啦，哦，啊，电火啦，尤其迄个我咧大门迄个铁啊，人家崩到一边去啊，啊，线丝。人个要藏衫裤的，啊，全部往方破坏啊了，往偷拔去。哦，啊，请我请有关单位，哦，会当来赶紧来给阮处理一下。啊，这个风台来安尼，啊，迄日只，煞干你讲尽量哦，算不管安尼。伊个高有财政局个，啊，委托定公所，啊，咱来要送要管理，啊，敢有地方后敢有局个，啊，咱大家拢唔吵。风台过啊久啊，迄个安尼，啊，实在是哦。啊，予镇长嘛真无面子。这个海域边啊吼，嘛是拢石头隆空啦，甚至搁无火啦。啊，因为咱这真爱暗时啊，就是讲人来这休困的人，吼，早时啊，就是来游泳的人。这石头啊呢，坎坎坷坷啊呢，所以这个火吼是非常重要啊。爱赶紧的吼，是不是？镇公所爱赶紧的，赶来安这个火。哎，我希望啊，这个镇公所、县政府吼，啊，这个东北角。哦，啊个，哦，啊有关单位要安那来整合，来啊个干部各方面来安那整合，来各共同来维护这个啊一旦恢复咱这个原来的面貌。此外，台风所卷起的大浪还造成珊瑚被渔网缠住，恐怕会影响珊瑚的成长。因此，陈议员也特别呼吁相关单位尽速来清理，以维护豆腐荚丰富的珊瑚资源。大啊，外口拢内底外口拢弄硬，啊弄硬是外口所有的有古板啊，啊古锁啊，啊所有的拢捞入吧，捞入吧是把咱的珊瑚礁拢磕掉，啊磕拢阿妈棍都缩掉掉，所以是讲这个非常的严重，吼、哦、非常的严重，这个缩掉掉吼，无赶紧来清理吼，马上这珊瑚礁都会拢死掉了，会死掉了。豆腐荚也是今年的青鱼季活动场地之一，因此地方也盼望公所尽速清理海滩石头，方便活动的办理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